有，但是我那个不知道能不能。太刺了。哦，这边。黄大哥有衣服。来不及啊，他终于到了。对啊。对啊，大哥。对啊。对啊，对啊。你有钱吗？没有钱，黑的别看，但喜欢有应该有。他换衣服吗？他只要求穿40公斤，就上衣了。好，来，我衣服好。反正靠在里面，看不到。现在开始了。我说你想买个手机。因为我这么说爱他就想要手机了，本来只是16的。好。没想到这是之前很舒服。不是啊，跟手机没关系。我想我们要干啥去了？我忘了。你女朋友呢？上班？阿娇。Thank you.
做一个吧。我干不了你。过来做两天。做两天。我周一到中午就上上班，周六放一天，周三就上班。对，今天上四天了。你假期还在做什么？假期我做大活动公司，我上班十二月二十号。没有就上。但我就上一个月，他挺干的。就是我打工，不是我打工证是到十二月二十号的，但是我假期是上到一月份。你要登录吗？登录到一月份。那我这样，我操！你这个假期费，你要是不过，你就得延了。过了也怎么了？我已经挂了，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新人。因为我今天才发现。我一直以为我今天都是三月份，结果发现这些课真的是，其他的都是你肯定学的东西。教育是吧？就是没必修课，没上。这必上的现在必修课，没上。我上不了，然后除了上了必修课之外，剩下的学生要修，就不管你学什么系，必修是要专门你上的这个课程。然后我这个就，然后我选的那些中级班的课程，全都是他那种没培训型的课程，所以说就是，对啊，那选课，没有一种选择都没有选，就选择全都是进行这个专门学生的课，所以就选错了。你不要拍视频吗？还拍吗？都算是负责。对，你看他是大网红。对呀、啊，他问我你是网红，我是大网红。他说他抖音发到7万多赞，我说是啊。不知道。所以说他两个月前来的时候，我说就能打，然后今天三个月才来。对。然后他今天五月份才换到杭州。妈的，换了，一直在去杭州。因为还有不对。你先回我呀。
我今天告。